请看视频。由中国工商银行创办的全国首家金融行业博物馆，坐落在上海市复兴中路301号，是一座沉稳低调的老建筑。馆内收藏了从古到今与金融相关的各种珍贵文物，记录了百年百姓经济生活的重要场景，是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博物馆之一。全景再现了中国百年金融风云，典藏了中国深厚的金融文化底蕴。馆中展出各类珍贵金融历史文物20000余件，其中一枚金饼见证了中国使用黄金的悠久历史，同时也是当时汉王朝国力强盛的重要实证。请问该博物馆现藏的西汉金饼只是目前发现的西汉黄金铸件的一种，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西汉黄金铸件的是 A 柿子金， B 叶子金， C 马蹄金， D 磷脂金。请答题。柿子金吧。柿子金应该是。叶子金吗？柿子金我见过，西安博物院那个叫柿子金吗？那是西汉的吗？那是叶子金。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叶子金。来看三位选手答题情况，祝贺志刚回答正确。